片，然后这一栋建筑物呢有三层楼，然后有七个人哦，我们来猜想吧。帮忙指导的，然后这个就是客人，客人 ，OK， 好，先看一下房子，房子内有这个推车，推来推去。这边是柜台，是那个女生站的地方，而且地上还有这个点点，有点点会让人比较好站上去。好，然后这边是楼梯，这边还有沙发，这边是一个很奇怪的画像，然后这边有时钟。回归主题，来点正常版的。
展这边的作品美吗？可以啊，因为这都很像有点老啊。你觉得有蓝色的头盘？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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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他看起来表情就很凶。那个是皮卡丘的画，它是可以卖。我想一下，要卖100万块，因为这个已经绝版了。然后这个也绝版了，这个要卖90万块。然后这个雕刻，因为没什么特别的，所以卖比较便宜一些。老板，我可以买这里的画吗？这边有透明的，还有一个魔术师哦。这个魔术师的雕刻，我可以买这个画吗？这个魔术师的雕刻是3299万。爸爸在干，这么贵。这个金属的是300万。哪一个呢？我都没有想要的，我想要先回去。好，可以先回去咯。我也想要先回去。好，我也可以先回去咯。你看我这个，而且这间总统套房超大的。我还想再看一下这张。这间总统套房超大的，对，就是一人的份。你看，它可以睡这整栋。这边是床、浴缸、马桶，而且旁边有窗户，马桶旁边窗户。台灯，这个台灯超像。还有电视。这个衣柜真的可以打开。那这间是什么？哪一间？哦，这个是走楼梯上来的时候，就是从这样走走走，然后就把刚刚变到这，就可以进来了。这个阳台也可以进，也可以出去。我来透透气。而且我的还有放一束花，你的居然是栅栏。然后这间是史上最小饭店的一间，两间房，二楼是两间房间。对啊，而且你看，然后因为这个是总统套房，所以一间就一个大的。隔壁有阳台啦，哦，为什么我并没有？断了。咦，可以在这边透气，真假的？而且还可以躺在床上，哈哈，他们又不行。他还有这个落地窗吗？对啊。啊，跌倒了！哎，你从落地窗跟我嗨。好啊，你等我坐下。不知道我的包包可不可以拆？奶奶要下去，这边好无聊。等我一下哦，等我坐上去，坐上去，等我坐上去啊哈啊哈！等我说一声，等一下哦。你看我坐上来的 ，Hello。房的那位要直接离开，然后双人房的那位也要直接离开，然后总统套房的他要住一个礼拜，再少一天。剧场结束，润润言，下集预告：陈林老爸的热高收藏，拜拜。